那，哼，既然父亲都这么说，那母亲敬祖我的事，啊，这个事儿，江大人，哈哈，屈安呐，哎呦，你看看我这，哎呀，原本是坐不住了。 出来观景哦，没想到宁二姑娘也在此，冒犯了。哎呀，是我不好，居安，让你久等了。宁丫头，你先回房休息吧。记住了，晚上要向你娘问安啊。<笑>自上次一别，已是数年，我对宁二姑娘的印象还停留在当年。今日一见，倒是愈发沉稳练达了。哦，对呀，宁丫头。 当年你独自进京，我恰好听闻居安同路，于是托他与你结伴，造福一二，你可还记得呀？在下谢威，承江大人的情，叨扰了。丫头，嘿，这孩子怎么还愣住了？在客人面前不可失礼啊！<笑>无妨。 方才见宁二姑娘一通筹谋，想必是乏了，早些回房休息也好。<笑>是啊是，来，先扶小姐回去休息啊。是，来来来，菊安，咱们这边书房请。<笑>